大家好，金玉满堂甄选拍卖会欧洲首场拍卖会，我们选定的是艾迪马顿鲁滕兹父子割舍。我身旁的正是马顿鲁滕兹。 Hello, I'm Martin Luthany。 我们现在有请马顿鲁滕兹对这场独家首场的拍卖会致辞。 Hi Martin, please make an announcement for this top exclusive auction. Yes, tomorrow we have a very exclusive auction. For the first auction of Mr. Sky Channel in Europe, we really selected 20 high quality birds. Okay.马顿说呢，他对于我们欧洲的首场独家的拍卖会，他们甄选出20余顶级的拍卖鸽供大家分享。We never offered better quality. 他说在此之前从未出售过如此顶尖级的拍卖会。Four direct children new Oscar. 我们用事实来说话，这场拍卖会包含四余新奥斯卡的直接子弹。One full brother, one full sister new Oscar. 一余新奥斯卡的全兄弟和一余新奥斯卡的全妹。The last for sale this year from that pair. Okay, 而且呢，我们郑重的承诺，新奥斯卡的全兄妹也是2024年最后一次出售。A very exclusive, the first record child of new Oscar. 而且我手上这羽雌鸽呢，名叫新威尔森雌，这羽雌鸽正是新奥斯卡首次比赛的女儿，获得了威尔森全国大区的无名。而且这羽新奥斯卡带成绩的超级侄女，也在我们的拍卖会做我们的明星拍卖鸽。And we offer this hen in bis with her half sister, same mother. 因为这羽鸽子非常的特别，它手上这羽雌鸽呢，名叫鹰眼苏雅克，它是新奥斯卡的同母半姐，有着非常好的育种记录。那么这两只鸽子呢，进行一个对比组，买家可以二者选其一。This one super breeding hen. 这羽雌鸽呢，已经有非常卓越的育种记录。She is grandmother of our best young bird this year. 这羽超级的雌鸽做出来孙代赢得了奥尔良省年的冠军，而且也是一万多羽的最高分数。Also mother of fifth interprovincial more than 3,000 birds Fontenay. 而且它的直接子代赢得了佛特内啊300公里比赛的第五名。And many more like 15th national Argenton, 150th national, yeah. 而且还做出了亚金顿全国赛的50名，以及利蒙治全国的100多名。Normally these birds are not for sale. 然而通常这两羽鸽子是不会出售的。It's really difficult to select one of both. 对于他们来说，这两羽鸽子真的是很难取舍，所以这两个鸽子进行对比组，买家呢可以二者取其一。当买家竞标成功的时候，买家可以优先选择新奥斯卡的直接带赛季的女儿，或者说鹰雅苏雅克。Both pigeons are very close to our heart. 这两羽超级的雌鸽都是和他们的内心紧紧相连。We only have 15 breeding pairs. 他说我们只有15对配对。And their place was in fact already reserved on the breeding loft for. 而且这两羽雌鸽呢，都是他们的储备超级种雌。But again, especially for this auction. 再次提及，这两羽鸽子真的是为我们金玉满堂甄选拍卖会欧洲首场特供独家呈现。We never made such a big and exclusive offer, and we wish all the buyers good luck with their purchase. 他首次和我合作，为了满足金玉满堂甄选拍卖会欧洲的第一站，他们诚意十足，拿出来如此的品质。This auction is really high quality. 这场拍卖会真的是非常高的品质。We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in the birds we offer. 他们对所提供的拍卖鸽充满了信心。And we wish all the buyers many success. 他祝愿买家有着巨大的成功。And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offspring of these birds, the fanciers give a lot of success. 他们相信这二十余顶级的拍卖鸽会给不同的鸽友带来成功。Especially these two hens, they are amazing. We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in them. 而尤其我们手上这两羽雌鸽，它充满了信心。We have 200% trust in the breeding value of these two super hens. 而且他对这两羽超级的雌鸽有着100%的育种的信心。Good luck for the top really exclusive auction with Mr. Sky Chen. 他但愿我们金玉满堂首场拍卖会，我们会取得圆满成功。他手上这羽雌鸽呢，正是我们拍卖会的明星赛雌。这羽雌鸽也是明星赛种鸽新奥斯卡首羽带成绩的优秀之女。现在有请马顿来介绍一下这羽明星拍卖鸽。Martin, please introduce this superstar in the auction. This is the direct child new Oscar. 这羽雌鸽正是招牌赛种鸽新奥斯卡的直接女儿。And the first record child, new Oscar. 而且她可不是泛泛之辈，她是新奥斯卡作羽的首羽带成绩的女儿。So this makes this bird so special. 所以这羽雌鸽是非常的独一无二，非常的特别。It's a pigeon very close to our heart. 这羽雌鸽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他们的心头肉。Yeah, she will always be, and we
had no intention to sell her. We really want to keep her. 我们真的不愿意出售这样的鸽子。But we want to offer something very special, very unique. For your auction. Okay. 他是因为作为我们的首场开篇拍卖会，他诚意十足，然后把它拿到了我们这场拍卖会。The quality is super. You will feel it. 他说让我感受一下这位雌鸽。这位雌鸽起名叫新威尔森雌，因为它在威尔森全国大赛中赢得了全国大区的第五名，俱乐部的冠军，空距405公里，非常特别的与雌鸽，手感紧凑，中小体型，毛特别的薄，贴身柔软，骨架硬朗，结构好。膀臂厚度适中，中等膀面，翅膀柔韧性好，在换羽器，但是可以看得到它的膀条非常的漂亮，宽条尖头，腰部饱满，一字尾平尾，炮弹身形，毛薄，毛非常的贴身，丝般柔滑，肌肉量中等，肌肉柔软 Q 弹，前脸靠前，龙骨中长，龙齿骨衔接好，一指宽，齿骨强壮紧闭，平衡感极佳。新威尔森雌，它自身在威尔森全国大赛中赢得了全国大区的第五名，俱乐部的冠军，它的爸爸正是鲁滕斯鸽舍的名牌赛种鸽新奥斯卡，自身赢得了查托鲁幼鸽全国的最高分数，也是 KBB 大中距离幼鸽鸽王亚军，现今是鲁滕斯父子鸽舍的头牌种公。他的妈妈流淌着世界级的黄金基因啊，他的外祖父是超级克林路伯的全兄弟，他的外曾祖父是花头好手 KBB 长距离鸽王冠军，外曾祖母是劳伦斯 KBB 长距离一岁鸽王亚军，劳伦斯也是超级克林路伯的同父半妹，所以说他的母亲流淌着世界级的黄金基因啊，这与雌鸽真的是万里挑一的超级基因的赛雌啊，我想这与雌鸽一定是鲁滕斯鸽系的一个顶尖级的收藏品，敬请把握。大家好，我是王，这与熊哥是今晚的明星拍卖哥，这与熊哥呢，他的全兄弟就是鲁滕斯鸽舍的头号赛种鸽新奥斯卡，新奥斯卡荣膺了23年 KBD 大中距离幼鸽鸽王亚军，他也是查特鲁全国16000多羽的最高分数，他出自顶尖级配对白眼奥斯卡配鹰眼乔斯，非常独特的配对，他的兄弟姐妹多羽都是顶尖级的赛种鸽，这与熊哥的手感非常卓越，中等偏大体型，毛薄肉满，骨架硬朗，结构非常整齐。膀臂厚实有力，大膀面，宽条，主副衔接好，腹与盖背，腰部宽厚饱满，和他的爸爸身形非常的相似，三角体，前胸宽，中高腔，肌肉细腻柔软，肌肉量中等偏大，前脸靠前，龙骨长，龙齿骨衔接好，不到一指宽，齿骨强壮紧闭，平衡感极佳。这与前程似锦的小熊哥有着优秀的自身条件，卓越的血统，而且他的全兄弟新奥斯卡当之无愧是鲁滕斯鸽舍的头号赛种鸽，我们相信这与熊哥的黄金基因在未来的育种区域里面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只鸽子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出售新奥斯卡的全兄弟，敬请把握。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血统表，Hello everyone, this is New Oscar. 大家好，他是王振宇熊哥，正是鲁滕斯父子的一羽明星赛种鸽新奥斯卡。A fantastic racer, the best we ever had. 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卓越的一羽超级赛将。He won first national Châteauroux young birds. 在幼鸽时期，这羽熊哥便赢得了查特鲁全国大赛的最高分数。And became also second national ace KBDB great middle distance. 而且荣膺了 KBDB 大中距离幼鸽鸽王亚军。我觉得新奥斯卡荣膺了亚军真的是有点委屈，因为
冠军得主呢是用非常弱的一个大区评选了歌王冠军，真的是有点不公平，但这就是赛格运动。After winning Châteauroux National Race, there was a lot of interest for this bird, but we decided very quickly to keep him. 在查特鲁荣膺了冠军之后呢，很多歌友就提出了很高的报价，但他们快速决定不出售这羽顶尖级的赛将。Because we believed in him a lot as breeder. 因为他有极大的信心认为新奥斯卡会成为一羽卓越的种公。因为在数月后他的首羽子代参赛便在大赛场上崭露头角。We are 200% convinced in this bird about his breeding capacities, and we are sure there are more winners, follow the coming years. 马顿有200%的信心对于新奥斯卡的育种能力。Winning first national and became also second national ace KBDB is something unique. 荣膺全国赛的桂冠，同时荣膺 KBDB 全国歌王亚军，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事情了。And when you prove yourself so fast on breeding loft, you are a fantastic bird. 而且在种歌舍这么快地证明了自己的育种能力，这是一个卓越的赛种歌。Super pigeon in hand also.而且上手的手感也是一流。Well built, really soft feathers. 身体的结构非常的紧凑，毛质丝般柔滑。Closed fan bone, really very smart look. 耻骨强壮紧闭，然后神态呢也非常的聪慧。Look, feel yourself, amazing bird. 新奥斯卡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整齐规整，毛薄肉软，骨架硬朗，非常的规矩，很标志的一羽雄鸽，手感一流。膀臂强壮有力，大膀面，宽膀条，主腹衔接好，腹与盖背好，很有活力的一羽雄鸽。腰部力量适中，一字尾，平腰，桶形身形，毛薄非常的薄啊，毛薄肉软，骨架硬，很标志的一羽雄鸽。前胸稍宽。腔体中高腔，前点非常靠前，龙骨长，肌肉量中等，肌肉非常的细腻 Q 弹，龙齿骨衔接极好，一指宽不到，齿骨强壮紧闭，平衡感非常的好。像新奥斯卡这样卓越的赛种鸽，是每一位养鸽人心中的梦想的白马王子。新奥斯卡在赛鸽生涯中荣膺了查特鲁的全国冠军，完美收场。在育种区里，新奥斯卡在一岁零便崭露头角。我们相信这羽雄鸽未来的育种能力不可限量，我们拭目以待。This is my basic breeding couple. 这是鲁滕兹父子的一个基础配对。This is White Eye Oscar. 雄鸽名叫白眼奥斯卡。And this is Eagle Jose. 这羽雌鸽名叫鹰眼乔斯。They are a super breeding pair. 他们是一个超级组合。Each year they breed many champions. 每年都给他做育出来冠军记录鸽。The best example is New Oscar. 他们做育的最佳代表之子当属新奥斯卡。First National Châteauroux, more than 13,000 pigeons. 新奥斯卡荣膺了查特鲁幼鸽赛全国13,000多羽的冠军。Fastest more than 16,000 pigeons, 而且是16,000多羽的最高分速。And also second national ace KBDB, 同时也荣膺了 KBDB 大中距离幼鸽歌王亚军。A really super pair, 真的是一个非常顶尖级的组合。Since they when they are matched to each other each year, many super pigeons. 他们配在一起之后，每年都做育出冠军鸽。White Eye Oscar is the full brother of Oscar. 白眼奥斯卡呢是名鸽奥斯卡的全兄弟。First national winner Argenton Youngbirds 2018. 奥斯卡呢荣膺了2018年亚金顿全国赛的最高分速。Oscar himself is also a super breeder. 奥斯卡本尊呢也是一个超级种鸽。And both are close inbred of Bolican or base hen. 更重要的是，白眼奥斯卡它是它的基础种雌小波利雌的一个近亲后代。Eagle Jose a super breeding hen. 鹰眼乔斯呢是一羽顶尖级的黄金种母。Super breeding hen in many generations. For example, this year, a great-grandchild won first against almost 10,000 pigeons. 他的子代、孙代、曾孙代都有冠军入场。今年呢，他的曾孙代也赢得了万羽大赛的冠军。She is half-sister of Bolican, our base hen.
而且它的血脉更是黄金，因为它是基础黄金种雌小玻璃雌的同父半姐妹。The last child we ever bred from José, the foundation cock. OK， 而且这与雌哥很特别的是它的基础种公乔斯的最后一羽侄女。Really super hen. She has everything what a good breeding hen must have. 而且这与雌哥拥有了一羽超级啄母应该有的模样。And together with White Eye Oscar, she become a very super pair. 鹰眼乔斯配白眼奥斯卡形成了他的基础黄金配对。那这个配对呢，从身形来说，雌哥是一个中等稍偏长的身形，柔软灵活度非常高。雄哥呢是个满肉中大体型的雄哥，所以说他的身形结构是一个非常相差互补的。我现在来给大家展示雄哥和雌哥。OK， 白眼奥斯卡一羽顶尖级的种公，他是奥斯卡的全兄弟，可能他的育种更胜一筹。紫罗兰眼睛非常高级，满肉中大体型。膀臂厚实有力，大膀面，宽条，主妇该备好，非常漂亮的膀型。宽厚饱满的腰部，一字尾下压，三角前胸宽，非常饱满。这与雄哥上手就是毛特别的柔软贴身，高腔。满肉，前脸非常靠前，龙骨非常的粗壮且长，龙齿骨衔接非常好，不到一指宽，齿骨强壮紧闭，平衡感极佳。黄金配对雌名叫鹰眼乔斯，它的身形结构是一个偏窄修长身形，身体非常的柔软轻飘柔。那雄哥呢是一个宽前冲非常的宽，而且肉满稍稍偏重，而雌哥呢就是非常的轻盈轻飘柔啊，非常的灵活，典型的一个身形的相差互补。膀臂厚度适中，大膀面，窄条，破风非常好，和黄金配对雄哥呢形成一个相差互补。这与雌哥是一个大膀面窄条，雄哥是一个宽条修长腰身，整个上手的手感就是轻飘柔，毛特别的柔软贴身，腔体适中，肌肉细腻柔软，它不是一个硬肉，是非常柔软细腻的肉类型，前点适中，龙骨的长度中等，龙齿骨衔接好，一指宽，齿骨强壮紧闭。We are very lucky to have such a super breeding pair. 马顿说他们非常的荣幸拥有如此顶尖级的黄金配对。They have given already many super pigeons the last 2 and 3 years. 在过去两三年，这个配对已经做出来数羽顶尖级的赛将和种哥。And we have a lot of confidence that there will follow many more the coming years. 他们坚信这个配对将会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面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成功。而且这个配对呢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相差互补，雄哥是一个满肉中短体型然后宽，雌哥呢是个修长身形毛薄轻飘柔，这个雌哥呢是一个姬黄眼，雄哥是一个紫罗兰沙眼，非常顶尖级的配对。这个黄金配对它的育种不用赘述，它们从身形各个方面真的是一个典型的相差互补，雄哥20年，雌哥19年，所以还有几年的黄金。我们相信这个黄金配对会给鲁腾斯父子和其他歌手带来更多的成功，这个配对将会在歌坛上产生巨大影响。金玉满堂甄选拍卖会欧洲的第一站，我们选定的是马顿鲁腾兹父子歌手，他给我们提供了20余优质的拍卖歌，我们非常的感谢。而且呢我们拍卖会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感谢歌友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马顿鲁腾兹对这场拍卖会也有话想说。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you Mr. Sky Chan for the trust in us and the really fantastic auction. 他说首先感谢我邀请他来到了金玉满堂甄选拍卖会，把他作为了欧洲的第一场，而且他对这场拍卖会非常的满意。I'm very impressed about the result. It was really a very good auction. 但这是一场真的很成功的拍卖会。But I'm even more impressed about your work, your hard work, your okay, thank you.
Before the auction also, all the videos, all the small details. 他更感到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整个团队的工作，然后我们整个拍卖前的运营、策划、视频等等等等，他对此留下了非常深刻和满意的印象。And I also want to thank the fanciers, the fans who were watching to the live stream auction for their trust. 还要感谢大家买家还有这些粉丝观看我们的视频。We believe 200% in the birds we offered, and we wish them a lot of success. 他对这场甄选出来的拍卖鸽非常有信心，他相信买家一定会用这些优秀的鸽子取得成功。We have a very small pigeon family, small breeding loft, small race loft. 那我们的鸽系是一个小鸽系，种鸽也非常少，而且鸽舍也非常小。But the quality is high, and we believe 100% in our birds, and that they will make it. 他说，但是我们鸽子的品质，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相信这些鸽子在未来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So thanks again for trust to Mr. Sky and to the fanciers. Okay, 他非常感谢我，还有。大家 also thank you for your top quality selection for my first auction in Europe. 我说我也非常感谢马顿鲁滕兹父子为本场金玉满堂甄选拍卖会欧洲首场选出了优质顶尖级的品质，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金玉满堂甄选拍卖会，我们也会一如既往不忘初心，坚持我们的品质、顶级的鸽舍、优秀的血统、优秀的手感，中国、欧洲顶尖级的大鸽舍、小鸽舍，只要有好鸽子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一定会为广大鸽友倾情呈现高品质、高要求的顶尖级的拍卖鸽。感谢广大鸽友和我们的粉丝的信任，谢谢支持。Thank you. Thank you.